伏击我等贼首就在前方，请少侠务必将其生擒，还天下人一个公道。我等内力未复，在此为少侠断后。黄头小儿，只恨当日在孤剑村里没有取你性命，今日我派精英尽在此地，看你如何逃脱！给我上！一群饭桶，老子灭了这个人给你们看。没用，不能看到您一统江湖的日子了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寻。看招！哼，简直是太弱了，还早十年呢，年轻人。
望下次见。峨眉长虹，金顶佛光。峨眉长虹，金顶佛光。我峨眉派一向与中原各派交好，若是在外遇到了麻烦，可以向其他正派求助。峨眉弟子就要记得常回来看看，为门派出力。这位少侠要不要来往？
里走吧，我这儿还有其他的八卦，你听听。他们胡说，我师父才不是那样的人。看什么看？我说刘正风勾结魔教，你不服？你胡说，师父是好人，你们才是坏蛋。这位侠士在福州城见过你们作恶。哟，原来是见义勇为，兄弟们，揍他！小妞，你别急，哥几个招呼你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多谢大侠仗义相助。